哎呦，这大早上的，现在刚不到七点，啊、喝酒的看看小米粥，喝酒的都赢了，看看圆白菜，然后炸油饼、大油条。昨天我们都不知道我输赢。齐家的这个酱豆腐呀、啊，特好吃啊，咸菜条子。我吃有点过分。来一根吧，没事儿，出来玩顺其自然，来一根。给吃，我吃一鸡蛋。你吃一口，来一口。臭豆腐酱豆腐就是本地做的，嗯、大油条多好啊，倍儿好吃。这是他们自个儿炸的吗？百分百是。买的，我看着有袋儿。是吧？嗯、啊。现在还有酒，大姐早上起来说现在还有点晃悠呢。开吃啊？打油条。你们出来干啥了？我想问你们来干啥了？尤其某些人来干啥来了？真香啊！不喝点，你等啥呢？他的任务就是齐家的酱豆腐、臭豆腐。我的天哪！最好吃。一会儿吃完早点，天亮逛早市去，不是早市，大集，逛齐家大集去啊！马上出发。坐坐我那地儿还躲，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瑞哥，还成心往那边躲，往那边躲躲什么呀？过来，那个早饭吃完了啊，什么小米粥啊、大油饼还挺好吃，就是我说那酱豆腐那绝了哎。然后呢，带着全家啊，还有两车人啊，一块儿去逛大集去。他是齐家大集是一和六是吧？应该就叫什么玩意儿？阴历初，农历初一和初六，阴历吧。农历就叫阴历，我不懂，我阴历是真不懂，我就知道阳历就正常能过日子的那个日期是吧？你说那阴历怎么算？说倒退一个月呢？我不会，走吧，我不会啊，别废话了，快点，咱们去逛个齐家大集啊。夏天应该是齐家这个是吧？老头老太太呀、啊，自己卖东西应该多的东西啊，快快，咱们赶紧去逛逛，有没有好东西啊？耳机都散了，走走走走。我们已经到地儿了啊！哎，买点蒜吧，媳妇儿，看看成片的大蒜。哎，媳妇儿，咱要在怀柔这点儿，刚七点多点儿，逛不了，晒着呢，是吧？这儿还挺凉快呢。然后这边是早晚特别凉快啊，夜里特别冷，是吧？慢着慢着。挺冷的，十多度。咱家这边二十多度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这蒜不错呀。两面50、100多贵吗？都已经干了是吧？对。两遍贵吗？50。100头。不贵。100头合多少钱一个呀？多少钱？5毛钱一头啊！看看这蒜，紫皮蒜是吧？紫皮蒜是吧？紫皮蒜，看着还挺直，挺直挺直。这七家大集这卖烟叶子的，烟丝是吧？这个烟丝啊、嗯，看看。您这还有那个高低档是吗？啊，有，有好赖是吧？就跟卖烟一样。有好赖，看看，全是卖烟丝的。价钱不一样啊，价钱不一样啊。不会吧，二舅妈？太巧了吧！我家里的舅妈。我还说呢，我。太巧了，也来玩来了。啊，十多个人呢。我还想问问你们是啥家最靠谱的。上我们家房后那个，他们就来靠的。挺好。我跟他们来，他们我们就来两天。玩就没来？没有，他不来。啊，嘿，凉皮儿是吧？嗯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辣椒。这您自己腌的吗？嗯。辣椒，咱们家就。啊、哦，腌辣椒就直接能吃是吗？啊，他这能打那什么辣椒酱，啊、哦，还挺神，嚯，各种炸货，小朋友们都爱吃。七家的小油条，这油条这种麻不楞楞的应该特别甜，看见了吗？买就买这种带花纹的。我家这大馅大桃。开始买承德七家的蔬菜，哈哈。哎，儿子，你也别看不起这种西红柿好吃。是啊，嘿，在这水果房嘛，这种西红柿好吃，你看见了吗？咱没买一个带芒果，卖7.98的，瞅见了吗？搁上俩，这黄瓜多好啊！黄瓜怎么卖啊？
怎么卖的黄瓜？现在这水果黄瓜。啊，那多好。当地卖的油豆，真好。看看这小推车卖的这个大杏儿是吧？杏儿怎么卖呢？那大杏儿5块钱，是酸甜还是甜的？甜的，甜的。嗯，5块钱一斤。尝一个行。尝一个，看看那个李子卖啊？李子也5块啊，都一样。那个带点酸味啊，这个这会儿带点酸味，要是真漂亮。当地卖熟食的。哇塞，这是芹菜苗吗？摘也行，吃也行。啊，摘也行，吃也行。怎么卖这个？1块钱一籽儿。嗯，吃你闻这味儿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正好，到时候回来看看。香芹啊，您自己那什么的秧的是吧？啊，自己种的。能吃也能卖。嘿，小白菜。嗯，小白菜。这是黄瓜苗吗？不是黄瓜，冬瓜。冬瓜。丝瓜。葫芦芹菜。芹菜。啊，真好。嘿，这边有卖的，豆角。小芹菜，走喽！这是我住那个房东大哥，他们家自己养羊，自己宰羊，然后跟那个大集上卖呢。看看，到时候给我留好了啊！行，到时候走的时候给我留好了是吧？行，我这剁出来。对，给我剁出来。带个羊排，带几个腿啥的是吧？行，里脊，羊里脊肉，多棒！羊蝎子也不赖，看看。你们可以到那个七家那个村里边找这大哥买羊肉，也可以到大集上啊，都行，两个途径。记住这张面孔。这没事，就不爱你藏的。当地卖那个豆腐干是吧？五香豆腐干自己做的啊，五香豆腐干。特别香，特别香。看多恩爱。当地还有卖各种调料的。哎，你怎么吃上了？我就爱吃。不是你，你这肥是减不了了，我看。排队买，我好不容易抢。出来玩，我看你减不了肥，是吧？多少钱一根啊？3块，啊。不贵的。不贵，不贵，不贵，不贵。该怎么说怎么说，看。这老师傅卖的这个烤玉米，这是黏糯玉米是吗？嗯。啊。个还挺大，你别拿着。我可不吃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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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吃。我们买了，有点像老玉米。看看，诸位姐姐全吃上老玉米了，烤的。当地的这种鸭蛋、鸡蛋、小米儿、绿茄子、西红柿、黄瓜。您这是西葫芦吗？对，角瓜。啊？这个角瓜。也叫西葫芦，啊，叫花也行，是吗？就是两样叫。我这个胳膊相当粗了啊，是我这胳膊的4个，应该是。好家伙，10斤，看。这小葡萄不赖哎。这是玫瑰香吗？是。尝着好吃是吧？特好吃，我尝一个。行，尝一个吧。都买完了还尝。那我尝尝不行吗？没事啊，真是，就这个。再买点。玫瑰香。这买了。好家伙，每人都带一堆大葡萄，看看小葡萄，小葡萄，看看杏儿，真好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当地七家大集里边有卖那种各种酒的啊，看看。哈哈，我随便看看。那5年朝上的，你看看吧。哦。从简单就10年。哪个好喝呀？都可以，像这个，像你这有点钱，一般都这个朝上的。啊，咱们这边有活动，打10斤赠5斤，20斤、20斤。打10斤赠多少？赠5斤。赠5斤？嗯。有买有送。对。这么多，好家伙，送这么多。你看这个，10斤赠10斤，5斤赠10斤。啊，10斤赠10斤，5斤赠5斤。哦、对，啊、119一斤。尝尝它这种大黄杏儿，是大黄杏儿吗？梅香白，香白杏。嗯，挺香的是吧？那是垃圾桶啊！您挑几个？挑几个那种，就是熟大的，啊，能吃的。还是再买点大荔枝，叫荔枝王。瞅那嘴吃的，瞅那嘴吃的，特假，都黑了。你吃一尝尝。
看看大荔枝。咱们这边不可能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边巨大的风，巨凉快，尤其是早晚。现在我们逛着街呢啊，逛着大街，巨冷。8点半了。是是。还倍儿凉快。倍儿凉快，倍儿凉快的，真不一样。晚上出去都得凉。而且这边没有蚊子啊，没蚊子。买。怎么着？上哪儿都有一堆。看看，又买一堆水果啊。你带好家伙。走的时候再买点肉。给大伙儿做一下提醒啊，然后逛这个七家大集是每逢16，我也不懂，好像是就那种阴历的16，不知道怎么算啊。上岁数或者说懂知识那种的应该懂，应该知道啊。又说一遍，给大伙儿做下提醒，因为我不太懂。又说一遍啊，然后呢，在这还遇到好几波粉丝啊，都是从北京那边过来的啊。大伙儿说住着也不赖，然后逛大集，买了当地的蔬菜水果，挺好吃是吧？然后特别凉快啊。你们最好带点长袖长裤来啊，就是长袖的衣服，因为早晚特冷，是吧？没那么邪乎，他都没带，甭听他。反正特别舒服啊，反正就是挺凉爽的。太凉爽了，就是避暑的好地方。嗯，不愧为承德，是吧？这几天北京热得不得了。对，你过去皇帝都来，是不是？嗯，咱们属于平民老百姓，享受一下皇帝的待遇，多棒啊！